那就是要讲什么好呢？就是其实就是我就是就是我平常就是没有在存钱的人，就是拿到钱就只在花掉这样子。对，都花在什么地方呢？就是都去买吃的。对，因为学校最近今年有乐食部哦，这实在是很诱惑啊。对啊，肚子饿的时候就是平常就是上课的时候嘴巴就很无聊啊，然后就是嘴巴不能动，然后就觉得很无聊，就是一直想要动，就是会去买东西来吃，就是福利社，一天去个两三次，然后第三天就把钱花光了，然后就没有零用钱了，对，好悲惨。然后最近就是在家晚自习，不是最近就是在就是有时候很少，就是最近高三了，然后就是很少回家吃饭了，就是都在学校晚自习。然后妈妈都会给我晚餐钱啊，然后每次我都吃超过，然后都乱吃，对。哎，举例说就是吃什么，就是每天都吃什么麦当劳，就是然后。八方云集什么之类，就一个礼拜吃几次麦当劳，吃八方云集这样子。啊，最近是有点吃腻了，然后就换到那个什么，就吃那个就一般的那个什么面，就是面，对，水饺那些之类的。就是还是家里的食物最健康啊，对。对我妈煮的饭超好吃的。她不回家吃的原因，就是因为我觉得骑脚踏车很累啊，就是。每次要骑回家，然后又要去学校，这样子就是很麻烦啊。对，就是直接在学校吃一吃就可以自己开自习，这样比较方便啊。好。这吉他一直滑、啊。董小姐，你从没忘记你的微笑，就算你和我一样渴望着衰老。董小姐，你嘴角向下的时候很美，就像安河桥下清澈的水。董小姐，我也是个复杂的动物，却像一句带过，心里却一直重复。董小姐，鼓楼的夜晚时间匆匆，陌生的人请给我一支郎酒。所以那一些可能都不是真的，董小姐才不是一个没有故事的女同学。爱上一匹野马，而我的家里没有草原，就让我感到绝望，董小姐。董小姐，你熄灭了烟，说起从前，你说你前半生就这样吧，还有明天。董小姐，鼓楼的夜晚时间匆匆，陌生的人请给我一支郎酒。
所以那一些可能都不是真的，董小姐，你才不是一个不乐乐的哒哒哒。爱上一匹野马，而我的家里没有草原，就让我感到绝望，董小姐。所以那一些可能都会是真的，董小姐。他会不厌其烦地安慰那无知的少年。我想和你一样，不顾那些所以，就跟我走吧，董小姐。操起来吧，董小姐。谢谢大家。那就是，谢谢，就是田浩春这次的邀请哈。对，因为太久没上台，现在超紧张的。啊，明天是星期一哈。大家会不会有星期一症候群啊？就是上班，就是上课或上班的时候会想睡觉、啊，叫星期一症候群。我们班超多的，对吧？我们班星期一早上超安静啊，然后下午就开始吵了，别人早上都在休息。对，明天就要上学了，好烦哦。好，那我接下来为大家带来最后一首歌，对，你们终于可以解脱了。哎，小妹妹不见了，回家睡觉了，不然会有星期一症候群。那我就是，接下来我唱这首歌呢，是我很喜欢的一位歌手的歌。那为什么就是这位歌手，他的名字叫陈升。他说为什么一个年轻人会喜欢这个陈升的歌？对，我一开始也不喜欢他，对，因为他很爱骂脏话，对，然后对超爱骂的啊，对，然后就是，可是真的去听他的歌之后，其实他是写的词真的是一级棒，对吧？就是很厉害啊，就是。然后他又来铁花村过，然后我又来看啊，真的是唱得很好听，对吧？嗓门很大。永远不会知道我有多么的喜欢。有个早晨，我发现你在我身旁。然而你永远不会知道我有多么的悲伤。有个夜晚，再也不能陪伴你。一半白的时候，你是否还依然能了解我？有一句话我一定要对你说，我会在遥远地方等你，直到你已经不再悲伤。 I want you freedom like a bird。
知道我有多么的喜欢，因为有你，等待也变得更温暖。然而你永远不会知道我有多么的悲伤，在你心中我还没有时候，你是否还依然能了解我？有一句话我一定要对你说，我会在遥远地方等你，直到你已经不再悲伤。I want you freedom, like a bird.是否还依然能了解我？有一句话我一定要对你说，我会在遥远地方等你，直到你已经不再悲伤。 I want you freedom like a bird。谢谢大家。好，那谢谢以上各位观众能够撑到现在，对我还蛮感动的。然后你们太冷静了，对吧？好，谢谢。现在才8:30呢，糟糕了，怎么办？那我在，有些观众是后面才来的嘛，对不对？那应该没有听到我的第一首歌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这首歌也是，这是最后一首了。那这首歌是也是陈升的，《不再让你孤单》。对，这首歌写的真好，对。这个麦克风全部都是我的口水，等一下要消毒一下。我静静地吻着你的脸，擦干你伤心的眼泪，让你知道在孤单的时候还有一个我陪着你。让我静静地对着你歌唱，像是醉在草原上避风，只想静静地听你呼吸，紧紧拥抱你到天明。路遥远，我们一起走，我要飞翔在你每个彩色的梦中陪着你。我从遥远的地方来看你，要说许多的故事给你听。我最喜欢看你胡乱说话的模样，逗我笑，
尽管有一天我们会变老，老了可能都模糊眼睛，但是我要写出人间最美丽的歌送给你。路遥远，我们一起走，我要飞翔在你每一个彩色的梦中，对你说我爱你。走到地老天荒，谢谢。